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甲跟乙两种不同气体产生反应哈，如这个图啦。好，那这个黑色跟白色的哈，代表不同原子。这个黑色我叫 A 好了啦，这黑色叫 A， 那这个呢，白色叫 B 好了。那这反应呢是什么东西哈？你看哈，这个甲它实际上是过量，这个没有反应嘛。所以这个应该是两个哈 ，A two 了啊，加上 B two， 那变成多少呢？变成哈一个 B 啊，两个呢 A， 就 B，A two B 啊，两个 A two B 的 ，A two B 啊，哦，应该是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，他说哪个叙述是错误的？我们看 A 选项。A 选项，它说还原物为两种不同的元素，这个对了，哦，这是元素嘛，由同一种原子构成的物纯物质，我们叫元素嘛，哦，这是两种不同的元素，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B 选项，生成物丙为化物，这个是丙啊，丙是化物没有错了，这是丁。丙的话呢，是由呢 A 跟 B 化而成的。这个是化合物，这个对。好，再我们看 C 选项，丁为反应中新生成的物质，是错了。丁哦，它是过剩的，丁实际上是跟甲是一样的，丁跟甲是一样的。哦，这甲过剩以后残留下来的，所以 C 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呢 D 选项，甲在此反应中为过量，这个对了。哦，过量啊。所以这一题哈，选错的答案应该要选 C。